就哭啊，我会想为什么是我呢，觉得很羞愧，为什么这个病会是在我身上。这阵子食欲很差，我从住院到现在瘦了4公斤了，我已经住了3天2夜，他就有跟我提到第四期了，只是那时候我没有接受。所以其实你要第一次开刀之前，其实医生已经跟你讲是四期了。他跟我说我的肝有水泡，但是我拒绝承认，觉得好丢脸，然后我也觉得很羞愧，为什么这个病会是在我身上。后来我有医生朋友，他鼓励我，他跟我说这个癌症现在非常的普遍，就像糖尿病一样，他叫我不要觉得丢脸，叫我要勇敢的面对他。这阵子食欲很差，我从住院到现在瘦了4公斤了。记得以前有个日本医师啊，他有写一本书叫《胀气是百病之源》，哎呀，我买来看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所以你胀气10年对不对？30年，我都一直以为我很爱我自己耶，我每天梳头发梳300下，你没看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，哎，结果我得了癌症，那不是很讽刺吗？有胀气、便秘、血便，一定要尽快到大医院去检查。如果生病了，也要像我一样用正面的、开心的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，因为癌症现在其实真的很普遍。